大家好，我是顾奇，我来自苏州大学，今年读大三，然后这次参加了HAS Space School，这次体验对我来说可能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，需要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，就给我了很大的帮助，我有很多体验去感受一些宇航员的经历啊，然后在 Johnson Space Center 去感受，然后在 Mission Control Center 去感受那种氛围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完全不一样，就觉得很棒，对自己的未来也好，对自己的以后的目标也好，都非常的有帮助。